啊，主席。好，何素蘭第一注。係啊，主席。嗱，我都好忍口啦，因為我費事你話重複，我特登聽曬我落嚟，慢慢我就由5分鐘、4分鐘、3分鐘咁問落去啦，即係同官員有啲即係實質啲嘅對話啊。喂，咁你唔好走先得㗎。誒、啊，主席，主席，嗱，呢、這個發展咧就有個人口嘅估算嘅。但係你嗰份文件裏面咧，自己都講咗，當初呢個發展停滯落嚟咧，就係、是、因為即係香港嗰個人口增長係放緩咗嘛，所以就喺即係2003、2007嗰陣時就已經停咗，咁啊而家再搞翻。但係嗱，我想問官員啊，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嗰個出生率係幾多？嗰人口替代嘅率係幾多？係遠遠低於標準嘅 2.1。早嗰兩年就係0.9，最近升翻少少，去到1.1幾。其實我哋個人口咧係穩定地向下減緊嘅。咁當然你人口政策你就吸納好多即係移民，但係人口政策嗰度我哋未講掂數嘅喎。以前一路問陳茂波，你攞咁多地起呢啲屋，你為誰而起？冇一次答到我哋嘅，次次嚟呢就推咗，就話另外人口政策小組嗰度做。但係你呢份文件你又計得到喎、哦、啊，原來呢就可以有成17萬人口，起碼另外私樓有6萬個人口。你嗰20幾萬係咩人嚟嘅呢？喺邊度搬入嚟嘅呢？係政府。係主席。我諗呢個問題，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其實都已經講過一次，亦都覆咗一次。咁、其實最主要，我諗香港上面咧，而家我哋可以睇到咧，我哋人口，我諗一個就係人口啦，另外就係我哋居住單位上面嘅需要，因為我哋嘅家庭咧，平均呢啲 household， 我哋所謂嘅每一户嘅家庭平均數人數咧，係一路遞減。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咧，我哋有好多有需要，就係、是、可能係細嘅家庭啦，亦都佢哋有要遷出去兩個人小家組織小家庭嘅需要。咁同埋其他嘅老年人口亦都減緊，咁但係咧新嘅後生仔仍然需要新嘅單位。咁呢個咧其實你都可以響反映咗響我哋嗰個而家響嗰個公屋輪候冊上面有相當多嘅家庭響度等候緊。咁呢個我諗相信冇人可以爭議嘅一個需要嘅嚇。咁主席啊，點解嗰個公屋同埋私樓比例仲係咁差？我哋喺不同嘅委員會都話：喂，你公屋唔該去到80%啦，82%啦，追翻以前曾蔭權嗰時搞咗好耐，欠咗好多居屋，欠咗好多公屋單位。但係點解而家嗰個公屋嘅比例仍然係咁低？咁如果官員話好多後生仔需要住屋，你知唔知而家啲樓係幾多錢啊？最新嗰啲啊，最平都要450萬啊！30零歲嘅後生仔點買啊？要挖埋阿爸阿媽嗰啲積蓄出嚟，然後佢自己都未必供得到。所以我哋一路問你為誰而起呢啲樓？你而家話唔話得到俾我聽？你喺嗰度起嘅私樓係幾多平方尺嘅面積？定抑或係仍然係豪宅？同香港人嘅購買力係咪脫節？如果你係好大幅嘅面積攞出嚟，真係起公共房屋去俾香港人嗰個住屋需求，或者係起居屋俾香港啲後生仔上車，呢、這個大家同你傾都有意思少少啊！但係你而家嗰個公私營房屋比例仍然係咁差、啊，出嚟嗰啲私樓嘅價錢仍然係同香港人嘅購買力脫咗節喎、啊！主席，我即刻問第二次。好，下一位。